跑的，跑得起来吗？可以。好 ，OK。所以我们今天那个是 NVIDIA 的一个profiling tool。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等一下有一些跑出来，如果真的花力气去跑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稍微提一下。所以这个是昨天的那个我们讲那个 NVProf 那个 PyTorch 那个例子，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哈？首先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profile 在刚刚讲的里面就是其中的一个 tool， 它把进去看看说这个程式跑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它到底我们今天这个东西我可能我们就看一看，有些东西不是这么重要，我可能稍微讲快一点，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一般的 tool 到底可以看到什么东西。我们以这个 NVIDIA 这个 tool 来当例子来讲看这件事情。所以它基本上可以去看你这个执行的时候各式各样不同的部分，比如说你的 kernel 的执行的部分，尤其是你的 memory 使用的情形。那所谓的这个这两个东西呢，一个叫做 unified memory， 另外一个叫做 NVLink。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就是说刚刚讲 GPU 不好用，那 NVIDIA 想要 push 这个 GPU 让大家采用，当然大家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对矩阵运算很好，然后呢它这个成本跟 CPU 起来比较低，所以就用它。但是毕竟你还是另外一个加速器，另外一个运算的单元，你的资料还是得移过去移回来，你的不管是你使用者移还是下面的 CUDA 的 environment 去移，它还是有人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 NVIDIA 就花了力气下了苦功，他们做了两件事情，事实上我们看来是很聪明的一件事情。一个东西是叫做 NVLink 是跟一般系统里面的 PCIe 是不太一样， NVLink 是比较高的频宽的，你可以想象就是更快的可以把资料搬过去。所以你从 CPU 到 GPU， GPU 到 CPU， 你如果有 NVLink 的话，它现在搬的速度是一般平常一般电脑的 PCIe Gen 3大概是5倍，大概4到5倍的速度。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要搬的时候让你搬快一点，因为毕竟已经多了一个东西出来让你觉得已经很不好用了，那我有需要的时候就让你搬快一点。所以这是在下面硬体的部分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他在 runtime 在 system software 的时候，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叫做 unified memory。 因为本来的话 CPU 的 memory 有 memory 它的 address space， GPU 的 memory 有它的 address space， 我现在把这两个 memory address space 让你变成同一个 memory address space。 他的想法就是说，我如果要说这个，比如说你在写程式的时候说我要说这个access array A，我只讲这件事情，那我就不需要在乎说这个是 GPU memory 的 address space 里面的 array A 还是 CPU memory address space 里面的 A， 基本上现在是让它变成同一个。所以在逻辑观念上面来讲是 single file， 就变成只有一个 address space。 当我讲 array A 的时候，你下面自己去想办法去知道它在哪里，我不在乎。对上面使用者来讲就变成比较就不用去管理这样的事情，而且下面去处理之后呢，再透过像 NVLink 这样的东西把 data 很快的搬过来，所以让你觉得说这个 GPU 比较好用，不会说它是因为 heterogeneous 然后让你觉得很不好用，因为你得去处理什么时候去搬 data 到底在哪里等等的问题。那另外这个 PC sampling 叫做 program counter sampling， 这个东西在 CPU 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我不晓得各位对那个计算机结构有没有点概念，就是说你程式在执行的时候有一个 register 叫 program counter， 它是 instruction 的 address， 你现在要执行哪一行的 instruction， 它是放在一个 register 里头，那个叫做 program counter， 它会根据 program counter 把 instruction fetch 到 program 把 program counter 里面的 address 把 instruction fetch 进来，然后去进 CPU 去 decode， 然后去执行。那为什么叫 sampling 呢？因为你可以想象，那 program counter 是跑得很快的 ，CPU 一秒钟几个 gigahertz 在跑，所以那 program counter instruction address 是变得非常非常快的。那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说，那我就每固定的时间去 sample program counter 里面的 value， 意思就是说每固定时间我想要知道我程式执行到哪里，比如说每一个 microsecond 你告诉我的 program 执行到哪里，每隔一个或者是甚至每一个 millisecond 你告诉我的程式执行到哪里，这告诉我什么事情呢？这个东西如果你把那个 sample 出来的 address 画成一个 histogram 的话，它就告诉你说你的程式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就讲得太快还是 OK， 这个可能要有点 computer science 的 background。 好，再讲一遍，我们再讲简单一点。
今天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假设今天有一个人在校园里面到处乱走，我每单位时间叫那个人回报说你在哪边，就这样。那当时间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之后，我就把他出现的地点，把它画成一个出现，就是每次 sample 到的地，根据他 sample 的地点画成一个 histogram， 所以 histogram 的横轴是地点，纵轴是次数。那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 histogram 可以假设说这个人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这个地点，如果这个那个 histogram 的 bar 比较高的话，这样有听懂吗？所以同样的，那你的程式在执行的时候是根据 program counter， 就是你的 instruction address， instruction 的 address 就是 map 到你的程式的某一行嘛。那每单位时间我就去 sample 这个 program counter 的 value，啊，你就告诉说，哦，你执行到这一行，我下一次再看的时候，哎，你又正好在执行这一行。那知道某一个哪一个 instruction 使用哪一，就是那一区哪一个，你常常每次我 sample 的时候，你都在执行那一区嘛。我每次执行 sample 的时候，你都执行那一区，所以我就可以有一个假设，说你在这一边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program counter， 然后用 sampling 的方法，因为我不可能你每执行一个你就告诉我在哪里，每执行一个告诉我，那是有实际上的困难。那所以这是 program counter 的 sample， 另外就是 OpenACC、OpenMP 的 profile 就变成是这些是一些directive， 就是刚刚讲，你可以想象是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 hint， 用 directive 的用 compiler directive 的方法去 hint， 或者是告诉 compiler 说你什么 code 要 offloading， 你什么 code 需要 run 在 CPU 上，什么 code 需要 run 在 GPU 上。那 NVTX 只是这个 hardware counter， 应该是 hardware counter 的 interface， 所以它有一个另外一个 interface 去专门去读这些 hardware counter。所以刚刚讲就是说，那基本上像这样的 tool，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用的话，通常用的方法就是像各位昨天用的 NVProp 下去 run 的时候，它就会 collect 那些所有的 performance data。你当然可以 configure 你昨天用的一些 argument，NV 昨天没有用 NVProp 的 argument， 但是你 NVProp 如果加 argument 下去的话，它就会针对，你就可以针对某一些部分，叫它去 collect data。collect 完之后呢，你可以用一个 visualization tool， 这个叫做 NVVP， 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像譬如像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东西有点像是 trace 一样，横轴往右边是执行的时间，纵轴就是不同的事情、不同的 event， 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发现哦，什么时候有CPU 到 GPU 的 memory copy， 什么时候有 GPU 到 memory 的 copy 等等等等。那当然，根据这些东西，他们也发展了一些例，这些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怎么样去根据这些东西帮使用者做一些分析，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就有点像Intel 也有类似的东西 ，Intel 就是 VTune 嘛，对，它就会帮你去collect 这些 data， 然后帮你去做一些分析。那譬如说，你可以就刚刚讲，你可以看 data 搬移的情形啊，什么时候从 data 从 host 搬到 device， 什么时候 data 从 device 搬到 host 等等等等。那通常就刚刚讲，你希望看到的就是说你，譬如说你的 compute 的部分通常都是 highly utilized。所以表示他都在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发现 compute 有很多空格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某些事情可能没办法让你继续执行，没办法让你继续运算，他可能在等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在等其他的 process 完成，或者是等他自己的 data 的到来等等，就让你的这个执行呢受到延迟。那刚刚讲这个 unified memory 的，像这样的情形，到底也可以看到，那你的 data 在哪里，什么时候搬来，什么时候搬去，这些在 profile 里面应该都看得到。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整个硬体的使用的情形，有多少个 data 从的这个 GPU 的 architecture memory 的 hierarchy 里面搬过来或者搬过去，你才会让你有点感觉，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常。在运作，还是说就像刚刚讲，还是在因为在某种原因等在那边，或者是卡在那边。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就好，就是说我刚刚讲是各式各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这一套投影片身上有一些讲一些技术上的使用上面的细节，那我们今天就不再继续讲了，再讲下去就变成帮大家念那个 user manual 就没什么意义了。就像譬如说 CPU 的 page four 啊，然后你怎么样从 page four 你可以
最重要的，你希望知道这些啊 page four 怎么样可以 map 到你的 code 哪一部分啊？是因为这一部分的这一部你希望得到，就是说借由像这样的 tool， 我帮你知道哪一部分你的 source code 有、啊、比较有进步的空间，有改善的空间。然后这个unified memory filter， 然后这个是 NVLink， 就是讲你的 data 搬移的时候，到底它的搬移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两个 CPU 的 socket， 然后这个配上四张 P100 的 GPU， 那 data 搬移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到底是，譬如说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情形，就是某一个 link 特别拥塞，那你就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别的方法去处理像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是 NVLink 的 event， 那这个是 OK application profiling， 然后就是刚刚讲这个 CPU sampling，CPU sampling 就是希望知道你的 CPU 程式到底执行到哪里。program 的 sampling，program counter 的 sampling，OK，然后也可以处理。它也可以帮你处理多个 process 它们之间的关系，你如果希望看到多个 process 之间它们 communication 之间的关系的话，它也可以帮你去处理，去帮你收集像这样的资料，那你就可以看到譬如说像 MPI profiling 的部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一开始慢慢为了要让你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就是帮助使用者怎么样能够更容易的使用他们所提供的的 GPU， 不然的话就回到所有东西都得手动，所有东西都得自己来，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那更进一步的话，就说就刚刚讲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在我们刚刚一开始今天讲第一张投影片，在 source code 的 instrumentation， 你可以在 source code 里面扣一些东西，扣一些它的 API， 然后它就会去做 bookkeeping， 它就会去 collect 那些 profile， 它就告诉你说，事实上你可以include 一个 header file， 在 C 里面 include 一个 header file， 然后你在你的程式的某一段，你就可以 call。profiler stop， 它就会去collect 那些 information， OK， 然后你当然就是跟 NVProf 一起用，当然它就会把特定的你的原始码特定的部分的 performance 的 information 把它 collect 下来，那你也可以 NVProf 事实上你也可以让它告诉它说我要去 collect 特定的 target， 比如说某一个 context， 某一个 string， 某一个 kernel 等等等等。那这个只是NVTX 只是说帮你，你希望在 collect 的时候，你希望它在 output 里头也记录，你给它一些 annotate， 你希望 annotate 这个 profile， 你可以告诉它说这个 collect 出来的东西，我要到时候你把这个像 label 一样把它放上去，你才知道我 collect 出来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东西，就基本上就是帮助你。correlate 你的 collect 的 performance data 跟你 source code 之间的关系。OK， 那你 data 的 output， 所以说像各位如果昨天 run 的那个 command 有 NVProf 之外，你如果譬如说你加这些东西的话，它基本上就把你的 performance data output 到一个 text file， 那你用 text file， 你用这个话 CSV file 的话，你可以用 spreadsheet 就可以去把它读出来。OK， 那 OpenACC 的部分也是类似的情形。你可以把某一部分 code 透过 OpenACC 或者 OpenMP 的 offloading， 那同样的 tool 也必须要 support 这件事情，才能够帮你 collect 相关的 information， 你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OK， 所以 OpenMP 的 profiling， 那 NVLink 就是那些 high bandwidth 的 interconnection， 你也可以把它的 information 抓出来，所以你才会知道你的 data 到底是怎么流的。OK， 这个是事实上这个是现在最快的那台电脑，在 Oak Ridge 那台电脑，它的 topology 是长这样，它是两个 Power Nine 的 CPU 的 socket， 中间透过 SMP bus， 然后呢，这红的呢都是 NVLink， 就是比较 high bandwidth 的东西，每一个 socket 配上三张 Volta 的 GPU， 然后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都在看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这样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为如果你的 data 要从这个 GPU 搬到另外一个 CPU 的 GPU 的话，事实上这边通常有时候会bandwidth 上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这样的当初是这样的设计的原因，是因为你很多的程式都是在 CPU 上面跑，然后它就 offload 到 GPU， 透过这个 high bandwidth 的 interconnection offload 到 GPU， 然后再把 data 拿回来。所以这整个 model 在系统在设计上
当初就是为了像HPC 这样的 workload offloading 这样的 workload， 但是对于machine learning 的话，事实上我们在看的话，这个事实上是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就像刚刚讲，你的 data 如果要从一张 GPU 透过 CPU 的 socket 搬到另外一张 GPU 的话，事实上是会有问题的，或者是还有应该讲不是说有问题，应该说还有进步的空间。OK。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你希望知道你的这些 performance data 怎么样 correlate 到你的 source code。所以这个很快让各位看一下，就是说这些 tool 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就是当你发展你的程式，发展你的 GPU 应用软体啊，当你觉得有就是说效能不是太好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或者是去做适当的调整。OK， 所以这个很快的讲过。详细的细节真的就是有需要才会去看，不然的话这个讲下去真的就是在读那个使用者手册。所以各位昨天 run 的那个东西啊，我要讲的是实际上是这个，其中有一个参数，昨天 run 的东西有一个参数是可以调不同的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的。然后我给各位那个 command 是 run 这个 AlexNet。所以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些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啊，从比较简单的像 AlexNet， 一直到比较复杂的 ResNet 啊、Inception 等等，然后 VGG， 你可能有听过，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这些是属于那个 neural network 的 topology， 它不同的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呢，它的大小也不一样，它里面的 topology 的 layout， 它的 node 之间的 interconnection 也不会一样。那为什么会跑出这么多东西呢？事实上，大家就发现，因为从以前的话，这些 neural network 是很久就有的东西。那以前因为运算能力的不足，所以你的 topology 的大小就受限，你不能够有太大的 topology。以前的话事情是这样的，但后来因为比如说 GPU 的出现啊运算能力加强，然后你的资料有足够的频宽、足够的 story， 所以你的你发现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大家就慢慢发这个进展得很快，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大家就发现我这个 network topology 当然就是越大越好，而且就是比如说越深越好，就可以学得越精确，所以就会发现你会发现这个就有什么。这后面事实上这个数字事实上是到大部分是代表多少层呢、那个 neural network 有多少层，那越长越大，所以就变成他们叫做所谓深度 deep neural network， 深的这个类神经网络变成 deep neural network， deep 就是在这边，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层，就是想说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当然在 learning 方面，在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在 learning 方面，你这个深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你最后的辨识率啊，你说在做这个影像处理的，比如说影像处理也好，文字辨识也好，你的辨识率可以增加，所以大家就不停的想办法增加这个东西，你会看到这个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当你的这个 topology 越来越大之后呢，你所需要的运算量，所以这个把同样这些东西把它画在右边这个图上面，事实上这是不同的运算量呢也会不太一样啊，比如说你，所以这个 model 的大小呢，就会影响到你这个在 train 的时候，你的运算量要有多少。所以你看 AlexNet 虽然辨识率不高，但是它的运算量相对的也小。然后像这些东西虽然做的比较正确，事实上它的运算量是不停的往右边增加。那你设计一个系统，你就会算要需要做多少个叫做 giga ops。要有多少的运算量，那你同样另外一个 dimension， 就是你就会看说你到底会有多少的资料要进来要出去。当你只有在所有东西能够互相能够匹配的时候，你真正的效果才会好。假设你今天有很大的运算量，但是你资料没办法及时的传进来，结果没办法很及时的传出去，那你的效果就你的 train 的时间就很慢。所以这个是学生做出来的报告，他们就去看这些各式各样，就像昨天给各位那个 comment 下去 run， 那你去试不同的 topology， 你用不同的 tool 下去看一下，你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情形。
所以昨天那个东西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就会有一些像啊，哎，等一下。像这些人就会看到，譬如说像这个图是他们画出来，就是说，training 的时间一路往右边走，那你选一个其中的一个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那你就看它这个 memory 的 memory 使用的情形，那这个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这个 batch size， 就是你一次 process 多少张 image 下去看，你会发现呢，这个随着时间的增加，你的 memory 就一直上升，但它后来为什么会下降呢？事实上就是因为你基本上你到后来你的 memory， 你的 GPU 的 memory 不够用，那它就只好去别的地方来。那你这边你这边呢，这边的 memory 处理储存的 data 还有你的 model 太大，所以你这边不是 model 太大，你的 data 太多，你的 GPU 的 memory 放不下，你就只好因为你很多东西没办法用了，没办法得到那么多，所以你就只好等 data 来，然后呢 train 的过程中到后面，当然 train 慢慢 train 完之后，你的 data 又继续下来，所以大概情形就是说，你会发现对系统，从系统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呢，在整个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的 process， 它的 memory 的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当你选择不同的 batch size 的时候，所以很多像这样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多这种东西在整个系统在运作的过程中，它所需要的资料量，还有它的随着时间也不太一样。那刚刚就像前面一张投影片，你不同的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它的 consumption 也不一样。那就算同一个 neural network， 它 training 随着 training 的时间不同，进展的不同，它所需要的 memory 也不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使用者的话，假设你今天你的系统里面只有多少个 memory， 那你事实上你就得要有适当的设定，不是越贪心越好，你会发现会train 不起来，或者 train 的时间太长。反过来，你今天要设置一个系统，你的系统里面应该准备多少个 memory， 或者是你今天设置一个 cloud 系统，你应该让多少个 user 让你的系统在你的系统上面执行，那你就看看他们大概预期会用到哪里去，所以我的系统才能够很有效率的执行。同样，假设我今天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一个系统里面有这个12GB 的 memory， 那我可能可以run 好几个像这样的 job， 但是如果是 run 粉红色这个的话，我可能就只能够 run 一个像这样的 job。那这个来变成这左边这个来，事实上是在看不同的这个neural network topology， 所以这个是 AlexNet 它的 GPU 的使用的情形，那这个是 ResNet 18 它的 GPU 的使用的情形，你就会发现像这样的，譬如说这个东西这个 model 比较小，所以它的 GPU 的 utilization 大概就不会太高，因为没有这么多事情要做。那这个 network 的 topology size 比较大，它的大小比较大，所以它呢它就比较会用到更多的 GPU。就比较有可能用更多的 GPU， 那当然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你的 batch size 到底有多少。所以昨天那个账号一直到月底都可以用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看看，就是到底你会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要 run 几次之后，你慢慢就会有点感觉说什么东西，你觉得你看你现在你的考量就会，你知道的越多，你的考量点就越多。你的 training 需要怎么样的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那这个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呢，再加上你有什么样的系统，就会影响到你要怎么样设定这样的东西，然后让它能够有效率的做 training。那能不能用更多的 GPU？ 能不能用更多个 node？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钱的问题嘛，还有这些实际上的东西，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 performance 还有 utilization。那个 MVPro 可以画这个。MV Pro 它可以画成 CS， 你可以，我们常常用的话就是把它 output 成 CSV file。CSV 就是可以，你可以GPU 的部分可以。对，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变成一个，比如说 CSV， 那 comma separated 的这个 file， 你用 spreadsheet 很快就画出来了。我不晓得像这样的东西对你们来讲有太过细节，还是？这个其实现在 GPU 就不太。啊哈，自己兜了一个小电脑啊哈，
所以你一方面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动，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做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那你就去算一下，你可以纸笔就可以稍微算一下，你到底譬如说你那个 topology 有多少个 neuron， 有多少个参数，每一个参数是譬如说四个 byte 的 integer 对不对，还是对四个 byte 还是八个 byte 的 integer， 对对对，但是你就是假如复杂一点，你的电脑会有很多的使用者，啊哈，虽然就一张卡，对，也是有可能，对对对，想一下这个啊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叫做 capacity 的 planning 嘛，所以你就要想一下到底什么东西是，你知道不知道的话你就去试嘛，你不想做花力气去分析的话那你就下去试。试的话你只要不好了，就是废了的话它会直接停掉。对对对 对, 对，所以通常我们那边的话我们通常就会做一些算一下，大概算一下到底有没有在它的范围之内，如果范围之内下去跑通常效果都会不错。那另外就是share 就是你就要想清楚你到底能不能 share， 并不是我不愿意跟你 share， 就是因为我们 share 下去大家都不够用。对，可是有时候你基金又公布给很多人，大家一起稍微稍微记录啊，稍微比较容易分析。对，所以我就说你可以用一些 MVPROF， 你可以用一些简单基本的参数，然后把这些你也许你不需要弄到像这样子随着时间的东西去，你可以他们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叫他记录这个 high watermark， 就是maximum 到底用到多少，你就告诉我你 maximum 用到多少就好。那我就保守一点 maximum 加上比如说 25%， 我就把这个东西根据这个东西来做我的那个 capacity 的 planning， 那这样就我就知道说我这样让 GPU 这样的系统我大概可以同时有两个 job 下去 run， 或者是我这样的系统要 run 这样的 job 的时候只能够有一个 user， 那你们其他人就先回避吧。对，或者是要求那个这种 stage size 可以控制。对对对，那就你会发现这个我知道字有点小，它实际上这边在做什么事情，这边就是说事实上你不同的 configuration 哪一些 function、哦、不同的 configuration 不同的譬如说不同这边全部都是 AlexNet， 那这边是 top 5 最花时间的 function， 那这是不同的，这应该是不同的 batch size， 那这个是在 ResNet 18， 然后呢不同的batch size 它最花时间的五个 function， 你会发现你如果真的仔细花力气去做的话，你会发现事实上都不太一样，不会完全一样，不会说时间都花在哪里。那这个就是给你一些开始的点，就是开始点，就是说你会去想想看，到底什么东西是让花时间的，那什么东西是我能够改进改良的。OK，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当初讲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在 cloud 上面是怎么回事？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cloud 分层，对不对？有各式各样的层，从最底层的这个 hardware 上面有一些 infrastructure， 然后有我们讲到有 platform， 然后有 software as a service。那根据 user 的需要，那你会去租，去看你要租到哪一层啊？你可能租最下面，你也可能说我只需要做某一些特定的事情，那我就租最上面。那我们这些东西跟 cloud 到底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稍微讲一下哈。譬如说，你在最下面的话，你可能就是说，我就直接租硬体了嘛。那我就说，我要一颗 GPU， 我要两张 FPGA， 我要一个 ASIC， 像 TPU 等等。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在 TPU、FPGA、GPU， 你可以单独在 cloud 上面说，我要租这样的机器。当然，你不能只租那个机器，那个机器你还要一台 host 在 host 这些东西。那在上面呢，事实上有所谓的这个GPU as a service， 你在各个主要的 cloud 上面，你事实上你都可以租得到，比如说 IBM cloud、Amazon 啊、Google cloud 啊、Microsoft cloud 等等等等。那在上面呢，就像各位那天用的这个华生 Studio 啊，然后 Machine Learning Service 啊等等等等，事实上那就变成属于在platform， 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 training。或者是 serving， 就是你 train 的结果做 inference as a service， 这些东西你在 cloud 上面你可以直接租那些 service。 你如果那个 IBM 那个 cloud account 里面如果有兴趣仔细去看一下，他们有一些 service 说你可以用那个 service， 你就把你的 image 全部 upload 上去，然后看做些什么事情，他帮你辨识还是帮你什么东西，那些 service
在各个主要的 cloud 上面基本上都有。那一个的话，就会属于上面这个，譬如说 Watson API 啦，或者是 AWS 的 AI、Azure 的 AI、Google AI，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像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变成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它可以帮你去做一些 vision 啊、text 啊、speech 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看你希望有多少东西要自己做，动手做，有多少有你希望要有多少 control。那另外一个考量就是你希望多容易上手，多容易使用。我今天假设只有一堆 image 的 file， 那我就最好有个 service， 我把这个东西全部 dump 上去，你就帮我全部影像辨识完毕。那样的话，你可能就考虑租上面的 service。那我今天要做一些下层的研究 ，performance 上面的分析，像刚刚前面的东西的话，你可能就要租下面的部分，然后上面就得自己动手做，就这样。那对不同的使用者，就刚刚讲，对不同的使用者，你所需求的就不太一样了。对一般的。你如果要专注在你的 business logic， 你的实验的部分，你的 domain 的 knowledge 的部分的时候，所以呢，你就会租比较这个上面的 service， 比如说 vision 啊、speech 啊、language 啊、auto ML 等等的，你就不用在乎下面的东西。但是对某一些人，譬如说做 data science 的，做数据分析的人，你可能就希望租一些 platform 啊，他做一些 training、tuning、serving 这些事情啊，所以来帮你做一些分析。那最对一些做一些这些software development 的人，他可能就说，那我就不需要，我可能就是我不在 cloud 上面，我就不用上层的 service， 我也不需要 platform 的 service， 我反而希望你能不能给我一些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所以呢，我可以发展我的应用程式，发展我的 service， 当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可以透过这样的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to scale up to provide the service，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在 cloud 里面 machine learning。虽然是同样是做 machine learning， 虽然是同样都是提供这些machine learning 的 service， 那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那就看你到底希望做哪一部分事情，没有说只有一个选择，选择事实上是很多各家的 cloud， 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 service。 OK， 所以这只稍微列一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的 cloud provider， 他们有些什么样的 service， 所以就从比如说 IBM、Amazon， 然后 Google， 然后 Microsoft， 它对 infrastructure、对 platform、对 software， 它会有哪一些跟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 service？ 啊，比如说像 Microsoft 的话，它在 infrastructure 上面，它也提供了一些deep learning 的 virtual machine 啊，它在 platform 上面，它也是用 Kubernetes， 然后提供 GPU， 它也有 machine learning studio。那在 software 上面，它就会有 vision 啊、speech、language， 刚刚讲的那些东西，事实上都有。所以同样的，在不同的，在 IBM 也好，在 Amazon 也好，在 Google 也好，基本上都有像这样的东西。所以选择事实上是很多的。那反而有时候你得花一点力气去想想，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你得自己去设置建立这样一个 cluster 在你的单位，还是说你在网络上透过网络去 cloud 上面找相关的 service， 那就。各式各样不同的考量，是自己买自己做，还是去租？那租的话，到底是要租到什么程度？我是要租完整的，还是租基本的 ？OK， 那但一般的考量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cloud 上面做 deep learning？ 基本上是这样。如这个颜色好像有点淡哈，好，没关系，我还是稍微念一下。如果说你不希望像刚刚讲去搞那些 GPU 下面的细节，你希望对一个 application developer 来讲，你不希望去 configure 去设定这些机器，去设定这些 GPU， 你也不希望去 manage 这些 framework， 然后你也不想要，你希望有人帮你去处理，譬如说怎么样 scale up 啦，怎么样 fail 的时候怎么处理啦，然后有人帮我去帮我分散，帮我处理这个 distributed processing 这些问题的话。那你不希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考虑用在 cloud 上面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就可以 focus 在什么东西？你可以 focus 在你的 business logic， 然后呢，你就 focus 在你的application domain 的问题。所以呢，那你就 focus， 比如说在 train large model with big data， 就是对 developer 来讲，你就 focus 在你的 business logic 的部分，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个后面到底。机器在哪里？谁去维护？谁去管理这些东西？那你就不会用，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东西。然后 focus 在你要做的事情，你的实验的部分。
那对 service 呢？对 service 的提供一个 service 来讲，也是类似的情形嘛。你不希望处理那些机器详细细节的问题，然后呢，你希望provide a cognitive capability to my user, get the best results through the backing my service cutting edge algorithm, seamless take advantage of the deep learning innovation. 所以同样的对 service developer, service provider 来讲，也是同样的同样类似的考量，什么时候我应该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我应该去用 cloud 去做 machine learning 这样的事情。 OK， 所以这只是一些统计市场的调查的了解哈。根据这个 Gartner 是一个大家觉得这个 market 是在成长的，预期在2022年的时候可以成长到4 trillion。那在这个东西呢 ，deep learning 呢是涨得最快的一件事情。虽然怎么样，但是虽然它是有大家觉得很高的这个商业上面的价值的，但是它基本上问题还是很复杂，因为就像讲这个很多东西。Deep learning 不像其他很多的 algorithm， 同样的方法，我只要发展出一套，我就可以套到别的地方去。Deep learning 到目前为止，还是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要各自发展。譬如说你在 image processing 发展出来的这个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你不能够就把它直接套到这个 speech recognition 上面去。那同样反过来也不行，对，那就变成是你有很多你得很多的，就是根据实际上的需要而客制化。然后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说也有人试着去做，那你 train 出来，你 train 出来一个 neural network model， 这个 model 到底代表什么？你譬如说它每一层 layer 的 weight， 它到底是代表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到现在有些人去试着去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研究。当然有一些领域可能做得出来，譬如说先从影像分析的话，从点变成一个结构，结构变成更复杂的结构，然后最后再兜成点。有人做这样的分析，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那个 model 很难被人了解，很难被人解读。某种程度来讲，有点像是一个黑盒子，你把它 train 出来，那个 model 就是黑盒子 train 出来的。你结果不错，也可以用，但是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时候是很难理解的。那当然，你看，当然因为你不够理解，所以你 apply 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会有一些风险。然后呢，当然这个东西是很花时间的，那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跟 business 结合，真正能够让它用得上去，用得好，用得精准，事实上还有我们大家看来是还有不长的路不短的路要走。OK， 所以deep learning on the cloud 就是，所以呢你在发展这些东西呢。A cloud native approach take care of 怎么样？它帮你处理这些刚刚讲机器的问题，帮你处理这个 failure recovery 的问题，它甚至可以帮你处理就像我们前几天提到，它可以帮你处理 load balancing 啊、storage 啊、security 啊等等等等的问题。那对 deep learning developer 来讲呢，它是提供一些试着去提供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 training 的 interface。那它也试着去 support 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 deep learning 的 framework。就像是讲的这些 TensorFlow 啊、PyTorch 等等，那这些东西，譬如说怎么样 scale out， 怎么样 scale up， 事实上这个deep learning 在 cloud 上面也帮也试着去处理像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最后就是因为 cloud 的一些特性，所以符合大家的需求，这个东西才变成慢的。到目前为止，大家看来就是还有成长的空间。接下来这边就是说。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是后面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譬如说 Docker， 之前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container， 讲过这个 Docker container， 但是我今天在整个环境里面，我希望把 GPU 塞进去，事实上并不是就这么直接。昨天我们不是讨论说 GPU 到底可不可以被 share，GPU 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被 share， 所以接下来这几章呢，只是在讲说人家 NVIDIA 怎么做这件事情啊。那怎么样让 Docker 到这个环境里头 ，GPU 怎么样被 share？ 所以呢，Docker wrap around the tool to package the GPU based application。所以你先要有一个 Docker 的engine， 然后 Docker 的 container， 把你原来 GPU 的application 包进去。那这里面呢，container 里面还要包括一些 dependent 的system software， 就像 CUDA 的toolkit。然后呢？透过 Docker Engine， 然后
host 的上面呢 ，host OS 上面事实上还是要有你原来这个CUDA 的 driver 在 host OS 上面去，然后来去 access 这些这个NVIDIA 的 GPU。那当然，他们就试着去分析去怎么做这些事情。这边有点太过细节，所以我大概就不再讲详细的细节。这个不是刚出来，就是快要出来。那然后呢？接下来当你有这些 NVIDIA 的 Docker 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东西，你要想啊，你并又还有这个 resource management， 我们提过这个 Kubernetes， 我们昨天提过这个 Kubernetes resource management， 你怎么去处理像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比如说你怎么样啊，跟让这个 Kubernetes 这个 resource management 知道说哦有 GPU， 所以 GPU 怎么样去分配给需要的 node， 然后需要的 container 去 run。所以他就说，先 deploy 这个 device 的 plugin， 然后来 create 一个 container driver 这边去处理，哦，知道说怎么样去 access 这个 GPU， 然后呢回来 register 给这个 Kubernetes node， 所以然后你才最后能够提供 GPU 的 service。所以呢整个设计上，譬如说像在 IBM 的 deep learning service 上，事实上是就是一样，同样的一层一层分下去，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东西啊，你又要 support 大家熟悉的这些。TensorFlow、Torch 这些东西，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要 support 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又要有一些像什么 parameter server 啊，这些在deep neural network 的一些weight 的 collection 跟 distribution 需要一些东西，然后呢，接下来就大家又说哦，我们需要有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我们要有 storage， 我们需要这个要能不能提供一些 training 的 service， 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很容易 deploy 这些 model， 像我们第一天那个例子里面，不是有 code 里面弄一弄，然后你的 model， 然后就可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前面一段 code 把 data 把的什么 cloud object storage 设好，把 watson machine learning 的 service 设好，然后你就下去 train 嘛，对不对？ train 好之后，是不是就应该你可以想象某一个地方某一行 code 就是把你那个 model 收集起来，对不对？然后又要把它 deploy 出去。所以你最后面那段 code 是不是就要开始去做 test validation？ 那这些东西事实上就他们事实上就把它弄成全部都弄成各式各样不同的 service。所以这个叫做 deep learning as a service 来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来接下来怎么样让 user access 或者是 register 这些东西。所以譬如说你会有什么 security 的东西啊，然后你的 API 在哪里啊，你的 service registry。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才是你在 IBM Cloud 那个上面有一个 dashboard， 你才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command line 去做这些东西，怎么样把你的 cloud 把你的 virtual machine push 到，或者是 cloud container push 到cloud 上面，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只是讲一些其他的 API， 然后这些training 的 service，OK， 然后怎么样management 的 life cycle。这只是在看说那你的 job flow 大概是怎么样啊？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见，你要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下面蛮复杂的一件事情，上面要好用，当然很多不管怎么设计，一定有人抱怨不好用。上面要好用，基本上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下面的东西很复杂，而且这些复杂的事情呢，总要有人去做啊，不是 end user 做，那就是这个 cloud provider 要做。那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事实上是不是是蛮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呢？事实上是常常在变，因为大家总是希望做得更好，常常在变。所以今天像这些东西，就算你把它全部读了，把它知道有这些细节，可能很快过两三个月，很多里面东西又增加了、减少又改变了。这个事实上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花力气在了解说到底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去花力气去知道说它下面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每一个 provider， 每一个不同的 cloud provider， 他做的方法也许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知道说他下面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基本上你在用的时候你就比较知道去哪里找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可以帮你做，什么东西你得自己做。OK， 所以事实上整个对 user 看起来事实上就是这样嘛。你今天用了一个 Watson Studio， 它里面用了一些不同的 service， 不同的 service， 比如说 deep learning。的 training 的这个 service， 你透过 API， 你透过你的 Jupyter Notebook， 然后呢，你 connect 到某一个 service， 去做 deep learning as a service 的 interface， 它里面呢就包含把这些，
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framework， 像 TensorFlow、PyTorch 包在里面，然后呢 run 在这些 GPU、CPU 的 hardware 上面去。所以外面看起来是好像很直接、很简单，但是刚刚把这边里面打开来，你就会发现乱七八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在里面在做。OK， 所以当然这对 end user 来讲，当然是希望提供一个很简单的 API 啊，你最好就给我一个 API， 你只要告诉我，我是把 data 丢进去，我把 model 丢进去，你最好结果就告诉我，这是对 end user 来讲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啊，希望能够处理，譬如说你告诉我你 neural network， 你还要各式各样的 neural network 都可以，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 data 我应该要可以处理啊。下面呢就里面就包含一些各式各样的细节，譬如说像 Kubernetes 啊，有很多的 microservice 啊，然后透过怎样的 API， 怎样的 training data 等等等等。那所以讲了半天，到底对使用者来讲，你的考量是什么东西？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假设你今天做那些事情，你可以用你的 laptop， 那你可能可以有少量的 virtual machines。那 Kubeflow 事实上是一个 package， 就是把那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package 包起来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也可以直接装在你的 laptop 上面去，所以你的 laptop 上面你可以做像这样的事情。那这个 Prince 是一个 class， 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就像昨天给各位的账号一样，就是类似像那样的东西。这个是在 NYU 的一个 class， 那它上面就 class 里面你就有很多的 bare metal 啊，那你就有这么多的 GPU， 然后呢有这些 framework， 但是基本上是 bare metal， 所以那些怎么样设定这些东西，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连上去，要不然就你做，要不然就是 system trader 提供帮你做，所以这是你不同的选择。那另外呢，你说我可不可以用这个 Kubernetes service， 就是比较这个 resource management 在 cloud 里面的 resource management service， 那可以，那你就它可能就会一些 limitation， 你可能就是说不像这边你可以同时用比较多的东西，因为这边是租的嘛，如果假设你是 free 的话，你可能 limit 到一个 CPU， 然后呢你自己可能就要处理这些 framework， 那当然就不用等。那 Watson Studio 或者是 AWS 的 SageMaker 呢，那它有它也是哦 limit 到一个 GPU， 然后你可以用很多的 CPU， 透过 command line 或者 user interface， 那你可以试各式各样不同的 service。 Watson Studio 我们试的就是 machine learning 那个 service。那 IBM Watson 呢，事实上它就变成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superset， 在 Watson Studio 是 Watson 的其中一个 service， 它你就可以处理各式各样的 speech 啊、text 啊、image 啊。那它的 constraint 就通常就是看你到底的 data 会有多大，当然看它能不能处理得下。所以种类选择的种类很多，你可以自己做，你可以用你单位里面的机器做，你也可以用网络上不同的 level 的 service 去做。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service 啊，当然这些 studio 里面这是举例子，但除了其他你刚刚讲那些 Watson studio 里面除了其他，它也有像我们昨天提到这个 visualization 的 tool， 网络上也都有，它也有提供类似的 service， 让你看看你的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是怎么样，这些 service 事实上都有。 OK， 那这些东西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些讲这个 performance profiling tuning 对你的 machine learning 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些 neural network 的 training 里面有很多的参数可以调，那些参数他们叫做 hyperparameter， hyperparameter 事实上也是可以调，譬如说包括你刚刚看到那些 batch size 啊，你的 learning rate 啊，那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些 hyperparameter， hyperparameter 也是可以调，因为它会影响你的 performance。 那网络上也会除了 machine learning 这些 watch studio 像这些 machine learning service， 它有一些 service 做什么事情，有些 service 就是帮你去调这些 hyperparameter， 希望能够帮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hyperparameter setting， 所以你在网络上做training， 在做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的时候呢，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啊。同样的，譬如说同样这样，在 Amazon 那边也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就是你到底哪一个 model 适合你用，那这个 model 应该怎么设定，所以你的performance 能够比较好，你的 training 的时间能够比较短，或是你的 data 可以用的比较多，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有这样的 service 在做的。OK， 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堂就讲到这边，最后一堂呢，今天第三堂我要讲一个比较像是未来的 cloud， 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未来的 cloud 的 infrastructure 会长什么样子，所以那部分呢，现在的 cloud 上面应该还没有，但是我们
大家看来是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继续讲那个东西，好不好？